其實有眼袋真的很煩的，我自己試過很多方法的，有 eye cream、eye mask、按摩，但都沒有用啊。做女人如果有眼袋真的很顯老的，有哪個女人不想看年輕一點？有朋友介紹了我做這個treatment，我就試下看看怎樣。今天特登飛過來幫阿 Ling 做這個 R6， R6 包括眼袋療程就是用這個醫療級 RF 射頻技術，令到的能量直達真皮層，可以深層溶解它的脂肪，眼袋的脂肪解決眼袋問題。你看看鏡頭都可以看到，即刻看到是淡了很多的。吓，真系噶？眼纹得唔得噶？梗系得啦，眼纹、黑眼圈、眼袋、泪沟都全部搞掂啊！呢个嗱，你唔好开眼住啊，而家碌埋上面啊，提升翻个上眼帘，咁就精灵啦对眼。哦，咁就好啦。啊，真系好 OK 啊！嗱，冇啊，你自己照镜睇下。哇，好夸张啊！系啊，你得放松啲先，再望下块镜，成个眼袋都冇咗啊，超级夸张啦！哇，黑眼圈真系冇咗，完全系平咗啊！系咪啊？嗱嗱声做埋第二边先，唔系你唔俾我走啊！哇，好夸张啊！个眼袋真系冇咗啊，平咗啊，超夸张啊！大家都快啲登记啦，呢个 R6 搞掂咗我大眼袋啊！